哇，起床了。现在的话是早上7点钟，7点多。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广东肉川市，这边过去的话就是湖南了。我昨天晚上的话就是在这边露营过夜的，看一下这边一个广场很大，上面的话是丹霞山，你看，那上面以前我上去拍过视频的。来那边的话一直有在放音乐，不知道干嘛的，等一下上去看一下。我的车子就停在这个交路边了，这我就是我的车里面有点乱了，要盖被子了，因为现在晚上的话就是非常的凉快了。前面也是遮住了，那是丹霞山，以前我上去过的。手面音乐很响啊，上去看一下。原来是个老人活动中心，难怪音乐那么响，一大早就是吵死人了。老人活动艺术团啊，道德讲堂啊，广东北大门岭南第一镇，什么老人在那边跳广场舞？这背后还有个亭子，这两个一直上去啊，每夜亭啊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修养的好地方，你看，是吧？这里能一直上去吗？我发现我也老了，因为我总是喜欢往老人堆里面去跑，所以也喜欢看一下老人跳舞的、唱歌的。哇，丹霞山啊，这个山路有点不好走啊。这上面又是一个亭子，未开发景区，镜子旁的素仙宫啊！哇，这里看着这风景不错啊！那个又是一个图腾石，这老百姓种的地瓜。哇，倒过来这一块石头，你看，又是阳岩石啊。那个山顶上能上去的吗？风景这边多好啊，是吧？因为这边它没有开发的，所以说就免门票了。像
对面那边我以前到过了的话是要门票的。我从这边一路走下去看一下。我很喜欢这样的枫叶景色，这样的景色才是真正的自然风光嘛，是吧？这里能过去吗？站在这个大石头上来看一下风景，有一个老百姓在那边种菜呢。种的是地瓜。那上面的那个丹霞山，你看就像一扇屏障一样，是吧？哇，你看，真的风景优美啊。这柳子树掉了一地的柳子，你看。种了很多地瓜，因为在山脚下就比较适合种地瓜嘛。哇，壮观啊！我来了几次这个地方的话，都没有来这里，都没发现原来跑上来这里这么壮观的景色。顾得了吗？哇，这个庄稼原来是沙子，你看一下，沙子，这适合种地瓜。哇，它那个山的话，你看开始有一个那个小洞了，就像天门山一样的，神奇啊，是吧？啊，那边也是。这里还开了一条大路，从这边一路上去的。但是这个路的话，全部都是黄泥沙呀，你看。上面又是一个头灯石。这个地方就真正的鸟语花香啊，空气非常的新鲜啊。它这里可能原来像开一条公路上去了，可能是这个泥沙路不适合开公路，你看一下。熔岩石啊。对面雾蒙蒙的。哇，上面这个石头漂亮啊，非常的雄壮啊，你看。哇。现在很多雾啊。就是这个路不好走。走这个路的话，鞋子上粘的都是泥巴了。
哇，这一块石头是这样子的，太神奇了，是吧？真的太神奇了，你看，好像就有一条条血根一样，你非常的雄壮啊，这一块石头呢。跑到这里头来了，这边种了一些玉米，非常的安静啊，只有鸟叫声。这个地方很适合休闲啊，因为空气非常的新鲜嘛，是吧？哇，这里是往哪里去了？地上有人写的几行字，你看，你是谁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？知道就请告诉我。你是谁？这也是对一种人生的一种思考嘛，是吧？在思考自己是究竟是谁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亲近大自然的话，也可以很好的洗礼自己的心灵啊，又可以思考一下人生啊，是吧？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哇，对面还有那个图腾石，你看一下。哇，那个石头的话就有像一只那个眼镜蛇一样。哇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漂亮。哇，站在这个石头上来。全部都是那个丹霞山啊，你看，在这转一圈。那个刚有两个妇女，刚好的，你看，两个当地妇女在这边刚好的。农村里面的妇女走路真快，哇，一只黑猫啊，很漂亮啊，喵喵，去，它惊到我跑了，哇，还好好几只猫啊，喵喵。打仗是吧？我家也养了一只猫，所以我很喜欢猫。它向我发出警告，意思不要打扰它，不要靠近它。到这个小镇上去转一下。这个镇是一个老镇啊，一列火车，跑得飞快，那列火车的。很老的一个镇，你看。梧桐树。
那底下是铁路，这个是真正的是老镇。这房子就在那个丹霞山下面。前面一个年年有余饭店饭馆，六义公交车站。一个老人走失了，你看一下，至今未归。老人应该是有老人痴呆症嘛，才会找不到家嘛，是吧？嗯，很可怜的。不是到处都有监控嘛，应该找一个老人不难吧？不是为什么的会找不到呢？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，都贴着寻找老人的那个广告了。那肯定是老人痴呆症嘛，是吧？这个时候监控应该发挥作用才行啊。哇，黄金回收430块钱一克，卖500起。以前黄金200-300块钱一克的时候，我就说过要买黄金，要储藏黄金，结果被我说中了吧，是吧？乱，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一点都不假了。现在卖出去的430块钱一克，它还是仅仅它的价格，还有更贵的呢。哇，这个小镇也是挺热闹的，热闹的老镇啊。又是两个小菜，这小镇挺热闹的，是不是今天赶集啊？童子鸡啊！